你这是在逼我吗？你听我说，我手机，我虽然是夫妻，但也有个人隐私权的好吧？ 行，你疯了！我看你的钱不是被股票输了，是他跟那些想要你了吧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哪有什么女人啊？我这都是工作需要，那些网红都是我旗下的艺人，我的工作就是跟他们沟通啊。王传宗，你还在骗我？工作的时候叫人家宝贝，转账的时候520144的转，你拿我当傻子呢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给我出去！不是，我们出去！海清。 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，峰哥？你赶紧休息，我这先撤了。 哎呀，我们什么时候才不用这样拖拖磨磨呢？我压力太大。哎呀，我先让你委屈一下，等我钱一到手，立马休息的给你当爹。你骗谁呢？你这比那给我画了半年了。哎呦，宝贝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。医生说他醒不过来，谁知道他就醒了呀？要不我也不能把房子给你租到我隔壁啊。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呀，我晚上直播的时候，你再给我点流量，这样实在点。行。 给你，都给你。我先走了，把便便看着。哎，去吧。敢把小三养在家门口，王传宗，近水楼台不一定看到月色，还可能被淹死。 你嘴里什么时候能有一句实话呀？我是你养着你弄的，是，水是我关的。你跟我求婚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对我好，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，可是现在呢，你背叛了我，还把我当傻子养糊弄。海清，你小点声。我什么小点声？你自己做了亏心事。海清，开门呐！ 行，妈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这么吵啊？又怎么了？啊，婶儿，救命！怎么救啊？这怎么救？我浑身痒，我难受。哎，我进你家洗浴室用用，我去洗个澡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说我在家不合适。不是哪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这年纪都当我妈了，你。我能当你妈，我也是女的呀。瞧你长得跟个粪叉子似的，我不要有点警惕心啊。
今天谁要是帮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他在外面有女人了。哎，你别听他的，王总，我这个身上太阳了，帮帮我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女主角出现了。这家伙在外面偷人，被他老婆抓住了。你说现在这个世道，三只脚的蛤蟆难走，两只脚的男人不要太好找。非得找一个有老婆孩子的。 这样啊，昨天打的还没好，今天又打，爱卿，你真是下死手啊你！你让人怎么心疼死了？你看，爱卿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们离婚吧。我不离婚。爱卿，我们是结发夫妻。 我们是要白头到老的人，你当初为了嫁给我，不惜跟你爸妈闹僵，这份情，我永远都记得。我看你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？你不是不想我跟他们联系吗？下，来，你帮我把他们删了，来，都删了，来。 爱卿，爱卿，儿子，别忍了，跟他离了算了。妈，爱卿，昨天晚上是我太偏激了，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儿，我想带妙妙出去玩两天。爱卿，打完人就想走啊？妈。 要不我陪你们一块儿去？啊，不用了，你还有上班，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亏欠的太多了，所以想好好带他玩一玩。行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哎，那个周六约你妹妹吃饭还吃吗？周六之前我们会赶回来，送你的，周五你生日，我们就不赶回来了，周六再一起庆祝吧。这不是那新款包吗？ 这得1万多吧，您哪儿来的钱啊？分期付款买的，等安宁签了字，这1万多还是消费得起的。哦，还是你对我好。难怪我一直找不着啊，原来放这儿了。 你儿子涉嫌嫖娼，现在跟我们一起回警局。妈，千万别让！欢迎王传宗先生跟第三者甜心女士优惠完回家。欢迎王传宗先生跟第三者甜。不要你小三，你那是会往我们家庭的。给我这至死抵的重伤，换回我与生。 来的光芒，看见爱情的模样，还看清梦想的方向。我是我披荆斩棘的臂膀，我是。
埋到头。